传递我们所已经知道的，然后告诉他你要去探寻我们还不知道的。所以就是一直要超越，肯定不会满足于现状的。新穿越你应该去看看，那里有一句话就特别适合魅族做坡的那种精神，叫做我们不是守护者，我们是探索者。我仍爱旧的自己，但也要更牛逼的可能。因为细致和年轻，因为想做的还有更多，因为还有更好的，因为一定会有更尽兴的。好，魅族的时候没有去的，不需要去的。我为什么要发 Pro？ 因为我们能做的这么牛逼吗？从来没有一款产品能在这个价位上提供这么牛逼的性能和功能。Why Pro？ Why Pro？ Why Pro？ Why Pro？